今天我给大家讲 Python 基本数据结构的字典。首先我们明确个概念，字典它是无序的，它不能通过偏移来存取，它只能通过键来存取。下面我们进终端看一下。首先，我定义一个字典，然后它的格式是。左边是键，这个 A 就是键，然后冒号，右边是值，一就是值，然后我又定一个键，冒号，然后值，我再输出一下这个字典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下面我们看一下它的特点。第一个，它是没有顺序的，它是通过键来读取内容。下面我们读取一下键名 A，来看它的内容。这里传入一个键名，然后它的值就是一。并且它是可嵌套的，我们可以通过字典来组织比较复杂的一些结构来完成我们。需要的一些工作，假设我们可以定义下面一个字典，键名是 A，然后它的值是一个列表，里面的内容的话，我是一二三，然后我又定一个。键名是 B，后面是也是对应一个列表，元素是四五六。然后我输出一下这个字典，我想把键名 A 对应的值，里面的字典这个三修改成五的话，我可以这样操作。我们再输出一下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三已经变成五了，说明它是，可以在原地修改内容，属于可变的类型。下面看一下，第三点，组成字典的键，它必须是不可变的数据类型，因为我们可以想一下，如果它这个键是可变的话，我们就不能通过这个键来找到它相应的值。像一般的数字、字符串和元组，它是不可变的，数据类型，它是可以作为字典的键，而列表等可变对象，它是不能作为键。下面我们先看一下，假设我定一个字典，然后把数字。作为键，然后里面值是字符串，然后输出一下。第二个我是用字符串来作为键，这样子也没问题，而且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我们定义的时候是按照这个顺序，但是它输出的时候顺序已经改变了，说明字典是无序的。下面我们再用元组来作为一个键来定义。下面我们看一下，
这样的话也是输出了相应的内容。那我们再用列表来定一下，看一下，把列表作为键，然后看一下效果。他说，这个列表是不可哈希的一个对象。然后，其实元组的话，它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，就是元组里面的元素，它必须也是不可变类型。比如我们这里是一个。数字一个是字符串，然后我们这里输出，它内容它是可以生成这个字典的，但是假设我这里又添加了一个字典的话，添加了一个列表的话，因为列表它是可变类型，我们下面再看一下效果。它这里又报错了，所以说，它这里可以是元组，但是要保证元组里面的数据是，不可变对象。然后讲一下字典的基本操作，第一个是创建字典，主要是下面两个方法，一个是定义方法，左边是键，右边是值。然后输出一下这个字典。第二个方法是用这个 DSET 这个内置方法来定义。它这个等号左边也是键，右边是值。我再输出一下这个字典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讲一下字典的添加操作。我们看起来有点像一个父子的一个操作。下面我们可以形象一点来看。第一个的话，A inform 这个变量的话，我假设是当做李雷这个人，他的姓名是李雷，然后年龄是20岁。而 B inform 这个变量的话，他的姓名是李明，年龄是22岁。首先，李雷他得奖学金了，然后他买一个 iPhone 5的话，我们给他添加一个手机的键，然后值的话，那就是 iPhone 5。我们再输出一下，李雷，大家看一下，他就已经被添加进去了。下面是修改操作。修改操作的话，假设李雷他把那个 iPhone 5，跟别人换 HTC，那我们也是一个赋值操作。左边是要修改的一个变量，而右边是值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再输出一下之前的那个键，phone 对应的值由 iPhone 5变成 HTC 了。其实说个概念就是，它如果是已经存在的一个键的赋值操作的话，那它就是修改。如果是不存在的一个键的话，那就是添加操作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修改内容的里面的那个 update，它这个方法的话，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假设这个李明，我们再给它添加一些属性。它所在的城市
是北京。然后他有一个诺基亚的手机。我们再输出一下李明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的内容就已经被加进去了。然后我把这个这个手机那个诺基亚换成三星。然后看一下，看一下李明，他就已经被换掉了。说明他未覆盖相同键的词。下面看一下，字典的上述操作。首先我们看这个 dir 方法，我们先定一个字典。然后输出一下这个字典，这样的话，它如果是跟你要删除的某个元素的话，它就把这个元素从字典里删除了。我们再看一下字典，然后如果我们是直接跟这个变量的话，它其实是删除了这个 ainfoam 变量对这个字典对象的引用。我们输出一下 ainfoam 这个变量，它说明没有定义。下面我讲一下字典的 clear 方法。clear 方法的话，它是清空字典，也就是删除字典里面的所有元素。我们可以先定义一个字典，然后我调用字典的 clear 方法，我再输出一下这个字典，它的内容已经被清空了。下面我讲一下字典的 pop 方法，我想通过和列表的 pop 方法来进行对比，看它们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。首先，我定一个字典，然后我调用字典的 pop 方法，它里面传入的参数是键名。假设我要删除这个键名为 bb 的。它返回的是键名对应的这个值，也就是22。然后我们下面再看一下，这个字典输出的内容，它这个元素已经被删除了。它的工作原理就是，传入需要删除的键名，然后并且返回键名对应的值。并且从字典里面把这个元素给删除掉。下面我们再看一下列表的 pop 方法。首先我定一个空列表，然后调用列表的 pan 的方法。追加几个元素进去，然后我输出这个列表，然后我调用列表的 pop 方法。列表的 pop 方法的话，它输入的参数是索引下标。假设我需要删除第一个元素。然后它返回，索引下标对应的值，
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列表，我们通过上面对比可以发现，字典的 POP 方法的话，它传入的参数是键名，而列表的 POP 方法的话，它传入的是索引下标。下面我再继续对比一下列表的 POP 方法和字典的 POP 方法的区别。首先，我定一个列表对象，然后调用列表的 POP 方法。它的参数是，索引下标。假设，我删除索引下标是4，它其实是，不存在的。然后它会抛出一个异常，就是下标，溢出。然后，我再定义一个字典，然后我调用字典的 POP 方法。我这里也是为了方便，对比，也传入一个不存在的一个键名。看来它也是跟列表一样，会抛出一个异常。说明，键名错误，但是它有一个可选参数，就是说，假设这个键名不存在的话，你可以返回一个你设定的默认值，假设我们设定默认值是 HA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是返回了一这个默认值。我们总结一下，就是说，列表的 POP 方法和字典的 POP 方法的话，它都是删除你指定的元素，并且，返回相应的值。不同的是，字典的 POP 方法的话，它如果没有找到相应的键的话，它可以，返回我们设定的默认的值，而列表的话，它是没有这个功能的。下面我们看一下第五点，int 和 hasKey 的操作，它们俩都是判断成员之间的关系操作。int 的话，我们在列表里面也讲过，也就是判断这个元素是否在这个列表里，如果在的话，那就是返回 true；不在的话，然后就是返回 false。而 hasKey 的话，它是字典的一个特有的一个方法，它我们从字面意思来看的话，它就是，如果这个字典有这个键的话，那就是返回 true；没有的话，那就返回 false。我们下面再看一下，然后我判断键名是否在这个 A 字典里面，那返回是一个 true。我再随意一个输入一个 B，三个 B，看是不是，说明是，三个 B 的，键名不在这个字典里。然后我直接调用字典的 hasKey 方法。假设我传入两个 A，因为它是存在的，所以它返回 true。我再调用两个 A，两个 2，它在这个字典里面是不存在的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返回是个 false。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字典的几个方法，第一个是 keys，第二个是 values，第三个是 attributes。首先我们讲一下 keys 的话，它是返回的是一个列表，然后里面包含了字典里的所有键。我们先定一个字典，
然后我们调用字典的 his 方法，然后它返回的是一个列表。我们字典里面有两个键，一个是 name，还有一个是 age，现在它就是返回这两个元素组成的列表。第二个的话是 values。它返回的是字典的所有值组成的一个列表。像我们，这个字典的话，它目前有，两个键对应的词，一个是李明，还有一个是奥斯，这个结果就已经返回了。啊，第三个的话，它是生成一个字典的容器，也就是 idioms 这个方法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我输出一下结果，它的格式是这样的，就是，字典里面每一个，元素都是一个元组，然后元组的第一项是字典的键名，比如说 name，然后，元组的第二项是字典键名所对应的一个值，也就是 limit。下面我们讲第七点，字典的 get 方法。字典的 get 方法，它是一个取数据的一个概念，它传入的参数是你要取的，数据的那个对应的键，而值的它返回的是键所对应的那个值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假设我需要取出李明的话，那我就要传入这个值，所对应的那个键，也就是 name。然后它能返回这个键名所对应的值。如果我们传入的是一个不存在的键名，大家看一下结果，它返回的是一个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空字符串，其实它返回的是一个 non type 类型。我们可以赋值给一个变量，看一下。看它的类型，也就是 non type 类型。它这个字典的话，get 方法，它还可以设置一个返回的一个默认值，也就是说。假设我们需要取一个，输入一个不存在的一个键名，然后，确保它能有返回值的话，我们可以在后面定义一个想要的返回值，假设是 ABC，然后它就把我们设定好的那个默认值给返回了。